K 爸或 IC，现在时间是1月31号12:36。那我这前面的不理他，原本预期的他有可能会上会下，9:50的时候看看。大概希望这边会打上去，但是他并没有。那这个不理他了。那也看一下现在发生什么事情。哦，刚刚这边有一个盘整区间，它下来之后，它是从这边一路跌到这里，嘟，涨上来又下来，然后踩了之后，破出去了。那破出去之后呢，它有一个引线收在上面，然后开始往下跌。那这边想要做单的话，我目前的想法是，等它贯穿这一条一分 K 的边缘。我看这里下不去，然后上不去，所以预期的是它最好是破下来，撞这边，然后出现这个，不好画，它在这里出现这个东西。那我们破进来，然后往上刺一个尖的这个地方，我也想要开单尝试看看，看看它会不会往下掉。那如果说成功的话，它或许就会走一段下降。那以上是这次的那个 K 爸或 IC。